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七彩水果糖。小恐龙，你的舌头看到自己的舌头变这样，或是别人的舌头变色的时候，有什么感觉？ 很得意，嗯，为什么？觉得非常酷炫。刚刚零食当中其实就是有色素，猜猜看哪一杯才是真的果汁呢？这一杯是假的，要不要揭晓答案？好啊，它是，所以它是。英国他们也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，他们让孩子呢。 天天使用大量的这一些人工的色素，那他发现他的智商，小朋友的智商会下降5分。